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40个提问，首先是韩国，韩国的法师有5个问题啊。第一，请问中国佛教为何以儒释道三教啊为佛教的基础？世尊，在《佛藏经》里面有一句话啊，《佛藏经》不是《大藏经》啊，是《大藏经》里面的一部啊，这个经名就叫《佛藏经》。它是一部经，不是大藏经啊。佛说啊，学佛的人，也就是佛弟子，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呢，非佛弟子啊，有这个教训。那么由此可知，佛教人呢，还是有次第的啊，总是由浅入深啊。有小步啊才入大步，就像念书一样，有小学、中学、大学啊，要按部就班的学习，不能够劣等啊，这是佛的教诲。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小乘经呢，我们翻译的很完整啊，现在跟这个南传的巴利文经典一对照啊，几乎他们有的我们几乎都有啊。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他比照之下是大概只比我们多50几部的样子，小乘经典将近3000部啊，多50部这个是很小了。所以由此可知啊，我们的小乘经翻译的相当完整。那么在中国隋唐时候，小乘有两个宗啊，一个陈实宗，一个是居士宗，啊，这两个宗，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了，啊，为什么呢？唐朝中叶以后啊，就没有人学了，宋朝就连宗都不晓得，啊，两宗派都没有了，变成历史的名词了。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呢？这里有个道理。中国人用儒用道代替小乘，所以中国大乘的成就啊，比印度还要殊胜啊。这个就是儒跟道啊，跟佛的时候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啊，就是佛教一定是建立在儒道的基础上。那换一句话，你不学儒道，你要想学，你除非学小乘，如果不学小乘，那就问题严重了。所以到今天呢，问题真的是严重啊。为什么小乘不学了，儒也不学了，道也不学了，直接来学大乘法啊？中国8个宗派都是大乘。所以现在这个无论在家出家学佛了，我们总是赶不上古人。不要说语言，清朝中叶以上的那个时候学佛的状况，我们跟他差距都太大，几乎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啊。所以我初学佛的时候，我的老师教我们入学啊，道虽然没有安排一个课程，偶尔也要跟我们讲讲啊，所以还是用儒道来奠定基础啊。道理啊在此地。第二个问题，这贫僧所知，中国佛教有禅净双修，而在韩国称为啊禅净一致，但不知啊禅净一致是什么意思。禅净一致就是禅跟净不能分，是一
不是二。啊，确确实实是如此。那么在中国大乘里面讲禅，可以说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的什么呢？就是修的禅。啊，禅是什么意思呢？佛在《金刚经》上讲得很好。啊，世尊对须菩提尊者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就是禅。啊，这禅的定义。所以以后六祖慧能大师讲禅的时候，通通都是根据这一句经文所演绎的。啊，那用现在的话说，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就是禅。啊，外面呢，不受外面环境的诱惑，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这叫禅。啊，内里面内心清净，你能保持清净，啊，不生贪嗔痴慢，不生七情五欲，这是定。所以禅跟定意思很接近，啊，禅是印度话，定是中国话，啊，意思很接近，所以就用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宗派的名称，禅定，啊，所以禅定是繁华合一，啊，上面是梵文，下面是中国字，啊，意思是相同的。所以这个禅境一致呢，就八万四千都是禅，啊，那我们可以说，通通都是，目标都是这个，啊，方向呢都是明心见性，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门？就是方法不一样，啊，我们讲是手段不一样，方式不一样，通通修的是禅定，啊，我们净土宗用什么方法呢？用持名念佛。啊，净土宗方法也有很多种，啊，但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持名，就是一句啊，阿弥陀佛名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啊，怎么个修法呢？宗门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一起，念头起啊，无论是善念、恶念，通通是妄念，啊，为什么呢？真心里头没有念头。啊，有念头就落到凡夫了，啊，就是妄心了。妄心有念头，真心没有念头。所以念头一起，啊，我们立刻南无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了，就是用一念代替一切的念头，这就是修禅的。啊，这个方法方便呐。稳当啊，成就容易，而且成就还很高。啊，所以念佛要会念，当我们念头起来了，或者是欢喜，啊，南无阿弥陀佛，把欢喜心降低，啊，欢喜过分了会出毛病，啊，烦恼起来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烦恼打掉，通通归到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还是个妄念，就用一个妄念啊代替一切妄念，是这么一个方法啊。那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妄念管用，怎么管用呢？可以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是其他这个宗派法门里头没有的啊，其他的妄念统统断掉才成就。那个太难太难了，我们现在只许一个妄念，没有其他妄念，这就方便很多啊，就是用一念代替一切妄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再把这个名号放下不要了，那就明心见性了啊。所以这用这个方法的时候，那就无比的殊胜啊。所以诸佛赞叹就是为了这个方式而赞叹，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善巧，超过诸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念佛往生净土啊，生到净土一般的成就比参禅的要高啊，要殊胜很多。那么禅净双修呢，是从因上说啊，在修行的时候从因上说，禅净一致啊是果上说啊，意思是相同的。第三，他说法师不仅弘扬净宗至全世界，又常说要一起普及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请问其中啊有何意趣？贫僧认为只普及佛教啊不就可以了吗？在前清呢，永正皇帝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很有见地啊。他讲对儒释道啊他的这个看法，也就是说他修学的心得，他说以佛治心啊，佛治心性呢，提升你的灵性，断烦恼长智慧呀。以道养生，道家主要是养长生不老啊，啊，他对于养生都有独到的，哎，这些方法，啊，以儒治世，啊，治国平天下呢，用儒是最恰当的，啊，所以永正一生呢，他把儒释道看成一体，啊，那么今天世界的动乱，靠佛教来救，佛教是能救，佛教太高了，啊，一般人决定做不到。如果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时候，人很容易学习，啊，并不难懂，啊，所以佛家讲大慈大悲呀，那你今天不讲儒，不讲道，不但讲儒讲道，还要融合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达到中国所讲的大同，啊，现在胡主席所讲的和谐世界，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不但儒释道同时要弘扬，还要弘扬世界上所有宗教啊，所有宗教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全球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第四，他贫僧以童子出家，早年修习《金刚华严》《法华》等经，晚年呢，特别受《无量寿经》的启示与救度。若佛教的目的只是就是救度众生，专一弘扬净土法门，不是已经够了吗？啊，没有错。啊，确确实实是够了。你这样学习就好。可是，一切众生的根性不相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开84000法门呢？那这一个法门不就够了吗？不就普度了吗？啊，为什么开这么多呢？要知道众生根性不一样啊。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还是很多很多啊。啊，那些众生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要帮助他。啊，你比如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的佛教啊，禅跟密最兴盛。啊，这个有它的道理，因为禅宗、密宗的这些大德们呢，通达英语的人多。啊，汉传的这个佛教呢，像这个日本、韩国
大概这个英语能力啊比中国强一点。那么从南洋，尤其从中国啊，这个法师到美国去啊，语言上都有障碍啊，所以这个禅跟密呀、啊，在美国的时候是非常兴旺。那我到那个地方去讲净土，谁听是没有人接受我啊，所以我第一次在洛杉矶，好像是讲了一个星期啊，每天哇，那时间长啊，每一天好像有好几个小时啊，我记得有一天呢是九个小时，上午三个小时啊，下午三个小时，晚上还三个小时啊，好像五天，五天的发挥啊，每天都是这样的。前三天呢，我讲什么呢？我讲禅。哎，他们很欢喜啊，都来听啊。我也讲密啊，所以这些人都来听了。最后一天我讲净土啊，这个说明说，你们学禅我也懂，你学密我也懂啊，我讲净你们不懂啊。那我那天讲净土的时候，我从台湾带了一套录音带，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像啊，录音带就这个卡式的这个小盘子的啊，一套啊，阿弥陀经，这是人家最看不起的，阿弥陀经薄薄的那么一点啊，我讲了多少个小时呢？好像400多个小时啊，一个袋子是90分钟的，哎，330多个袋子。一个袋子是90分钟，摆在桌上摆的一堆，他们大家来问这是什么？阿弥陀经讲记，他一看到这个就想就呆了，啊，没有想到一部弥陀经，你每天讲一个半钟点，讲一年呐，啊，这他们闻所未闻呢，一下就镇住。啊，所以讲完之后啊，啊，皈依学净土的时候，好像就有100多人。啊，那你是这是方便法了，你不跟他讲禅讲密，他不来听啊。啊，所以世尊呢，千经万论，最后都只归净土。啊，你学华严、学法华都不例外，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啊，善财童子做出示现啊，53参最后归净土啊，所以要知道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所以才说这么多法门啊。那么今天这个时间是在讲呢，跟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情况非常相同啊，我们接触的面大了啊，整个世界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我们都要跟他接触啊，那接触他们的所有宗教都要学习啊，你都要理解啊，你才能跟他打成一片啊，最后我们学他的，哎，他自然也要学我们的，啊，我们不劝他学佛，可是我主动的，就是我跟基督教徒往来，我学新旧约，新旧约是3个宗教使用的经典，啊，犹太教用旧约，基督教用新约。天主教呢，新旧约都用，啊，所以这3个教实际上是一家。有一次，这些欧洲一些朋友，啊，他们来问我，大概他们多半都是，
基督教的这个信徒啊，跟犹太教的啊，他问我，他说法师，欧洲这三个教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看法？我说他们三家了是一家人，一家人三派，我说这，我说这个犹太教呢，天主是皇上那一派的啊，这个天主教呢，圣母玛利亚皇后那一派的啊，基督教耶稣基督是太子那一派的。他们听了啊，很欢喜。法师，你这个比喻很恰当，啊，他是这么三派，啊，所以是你不学你不知道啊，啊，那么我们跟印度教往来，我学他的经典，啊，我跟伊斯兰教往来，我学古兰经，啊，所以我很内行啊，不外行啊，啊，他们谈的我都懂啊，啊，我谈的时候他们也都能肯定啊。这是啊，这个就是我们感到啊，就像他们所说的，真神只有一个啊，真神化身在各个地区啊设立这个教学，教化那个地方的众生，一定是因时因人因地啊，教学的方法手段不一样，他的宗旨目标决定相同。啊，那目标是什么？目标给我就是爱的教育。你看佛教讲慈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是中国佛教常说的啊，天主啊，犹太教都讲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的爱啊，古兰经你看每一个篇章最重要的一句话啊，真主，他们称真主啊，真主确实是特慈普慈的啊，特是特别，普是普遍，特慈普慈就是佛教讲的大慈大悲啊，所以你从各个宗教的中心思想看，没有别的，就爱呀，爱的教育啊。那么中国传统五千年传统的文化就是爱的教育。中国教育的起源五千年了啊，从皇帝之前呢啊，这个有历史上有考证的时候说伏羲神农啊，啊，这个燧人氏之前啊，之后啊是伏羲氏，伏羲氏以后传这个神农啊，这个差不多有1000多年呢。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啊，就没有记载，皇帝时候发明文字啊，这才有记载啊，所以中国有很完整的这个历史记载啊。那么中国教育的起源就是伦理啊，因为到皇帝的时候可以说是人类已经走向文明的社会了，衣食住行啊都有很好的这个改进啊，人民安居乐业啊，所以当时尧舜啊就说了，如果在这样环境业乐的环境就是安居乐业环境之下，如果没有教育，人跟禽兽就没有两样。所以政府正式设立机构主管教育的啊，在历史上记载头一个是齐为司徒啊，司徒是官民，就好像主管教育的这个官员啊，由他来主管教育啊，叫什么呢？叫伦理啊，父子有亲，君亲有义也啊，君臣有义也，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叫伦理道德，道德是八德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
叫这个啊。那么核心呢，核心是在讲就是父子有亲，那个亲爱，父子的亲爱呀、啊，就是父母跟儿女亲爱，天性的，没有条件的啊，所以它是信德，自信的流露啊。那个教学的目标是什么呢？教学目标第一个就是父子这个亲爱一定要永远保持，一生不能改变啊，父慈子孝啊，这个落实在事上就是父慈子孝啊，啊，不可以改变的，头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是把这个亲爱发扬光大，啊，从父子之爱呀、啊、展开这兄弟之爱，啊，家族之爱，啊，这个社会邻里乡党之爱，然后推广。爱社会，爱国家，最后到凡是人皆是爱，啊，爱人类呀，啊，所以它是一层一层往外面扩大，啊，这是中国教育，所以中国五千年来，啊，这个地区，这个族群这么大的这个复原，这么复杂的族群，这么多的人口，为什么能够维系住？长治久安，这什么道理啊？外国很多专家学者研究啊，啊，我有一次在南昆大，校长请我吃饭，啊，他们有几个教务长，有几个资深教授吧作陪，啊，教务长告诉我，啊，他说在二战之前，那民国初年，欧洲人就这个拿这个做一个。讨论的题目，啊，研究这桩事情，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三个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他们研究最后的结论呢？他说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我对于他这个结论是非常肯定，我说他们研究的一点都不错，啊，中国的教育的特色全世界找不到的，就是家庭教育。啊，中国教育的开始是从胎教啊，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啊，因为母亲怀孕的时候，她这个，一举一动，啊，喜怒言笑，通通影响胎儿，啊，所以这十个月当中啊，她这个言行。举止一定非常端正，啊，非常的这个庄严，啊，心地一定很平和，啊，这个小孩才有非常好的影响，啊，小孩出生之后绝不敢轻慢，为什么呢？他睁开眼睛会看，他竖起耳朵会听，啊，虽然不会说话了，他有感受，已经在模仿。在学习，啊，所以在婴儿的面前，啊，他的父母，他家里面的一些大人，在婴儿面前所表现的都是如理，啊，如法，啊，不能够违背礼教。为什么呢？让他接受正面的教育，啊，所以中国谚语有所谓啊，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呢。他有道理呀、啊、小孩从出生到三岁他已经学了一千天了，这是他真正的根基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先入为主啊，这个时候能够让他把圣贤教育，就是做人这种规矩，人跟人关系他都学会了，他一辈子不会改变啊。所以中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懂得教育，中国人最会教育，啊，中国这个教育产生的效果，就是国家长治久安，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那外国人他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呢，我很佩服。
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能发现这一点。所以教育教学是多元的啊。那么中国是重要就是家庭教育，那以后六七岁上学了啊，那是私塾啊，学校私塾，私塾所教的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啊。将来踏进社会，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充，到最后啊，最后圣贤的教育，宗教的教育，宗教教育跟圣贤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那我在国际会议上常常讲啊，中国四个教育，四个教育是一体的，它有根啊。这个宗教教育圣贤那是化骨啊，啊，家庭教育是根呐，是根呐，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那是这个树的树干呐、啊。树枝啊，啊，花果是圣贤教育，啊，所以你一定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圣贤教育教不出来，啊，所以印度的佛教在印度以后就中断了，一直到中国了，在中国真的开花结果，比印度还要殊胜，啊，那就是。得力于中国传统教学的根基好。第五个问题，《无量寿经》上说，使众生带烦恼往生净土而成佛，但法师说一定要断烦恼后才能往生净土成佛，请慈悲开示。我没有讲断烦恼，我也是讲带烦恼啊。为什么呢？带业往生啊，断烦恼我也讲过啊，断烦恼往生净土品位就高了啊。为什么呢？断见思烦恼，生凡圣同居土啊，断尘沙烦恼，生凡圣同居土的上辈啊。因为凡圣同居土啊，不是啊，方便有余土也有三辈九品啊。下面的是断了见思烦恼，上面的是断了尘沙烦恼。如果无明烦恼断掉了呢，那就生十报庄严土啊。没有断烦恼的生凡圣同居土啊，这样说法就圆满了啊。可是绝大多数的人见思烦恼没断呢啊，所以能生凡圣同居土啊。下面是王璐同学的提问啊，他的第一个问题很长，我念一念啊。他最近有一位啊出家人在中国各地啊讲经说法，实质上呢是在宣传邪教啊，日本的本愿法门。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若有寺院愿意替日本人宣传净土真宗，他们就一次投入1000万人民币。哎，这个是买卖了。第二呢，若有中国居士愿意替他们在网上宣传净土真宗，他们可以提供月工资及奖金，具体的工作方式是由中国居士出面建立论坛，并 派人专职每一天到各大佛教净土宗论坛呢转贴日本啊净土真宗的帖子。若这位中国居士佛学知识很丰富啊，他们可以提供啊每月工资10000人民币。日本人的要求是让这一位买佛者，那真的日本在卖啊，中国人去买，这个字用得很好，买佛者
要假装印光祖师啊，净空法师和密宗上师的忠实信徒，在网上和普通佛友打成一片，让大家钦佩他们的佛学功底，然后诱导普通佛友啊接受日本这个净土真宗的观点。就以上事实，请老法师开始。日本我去参加过很多次会议啊，那么日本的一些佛教呢，大致上我也很清楚啊，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啊。我跟他们日本这个佛教的一些领导人也都很熟。他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人才没有啊。日本这个宗派我没有接触过啊，我不知道。我接触的这个日本的净土宗啊，是日莲宗啊，日莲上人这个一派的啊。在日本呢，现在是基督教非常兴旺啊，基督教的教堂年年增加，信徒也年年成长率很高。佛教呢，成这个负面的，就是说无论在信徒年年往下降啊，这个道场也不兴旺啊。所以我跟他们的水谷先生啊，这个水谷上人呢，他是佛，现在是日本佛教这个领导人，这个人很好，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啊。过去赵朴初老居士访问日本呢，都是他来接待，我跟他的关系也好，好像他小我两岁啊，我也很谈得来。我就提醒他一定要好好培养人才，如果不能真正培养人才，我估计日本的佛教30年之后啊，没有人继承了，这很严重的危机啊。所以我们也帮助他啊，这个这两年的时候，我们送了200多套大藏经送给他们啊。真正热心于佛教人士的这个日本出家人有不多，就是了啊。谈到日本佛教，他们也非常痛心，也大声疾呼，可是反应并不很强烈啊。这是现在日本佛教的状况啊。那么曾经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的基督教有一位牧师啊，石井牧师，他也是大学教授。曾经我们在日本的电视台做过一次访问啊，50分钟啊，他问我很多问题，我都给他解答。确实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人才啊，像世锦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在佛教里面我都没遇到过啊。所以培养这个红护人才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现象在佛门各个地区都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重视人才的培养啊，弘法人才跟护法人才啊，都要大力为常。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不便解答，因为这些事情啊，这他在中国啊，中国的宗教啊是由中国宗教局他们管啊。如果涉及到佛教呢，就中国佛教协会去管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把时间就省下，我们看下面的啊。下面第三个问题，就是弟子在身受病痛的时候啊，能同感众生受苦，也是这般难忍，
当下升起愿望，愿众生远离一切痛苦的心念啊，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自身病痛啊也就消除了。又遇到遇难恐怖的时候，即时能提起正念，了知自性不被丝毫沾染境界，自转而心安了。这请问师父，在无痛无事时，是否任以此大悲清净心来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回向全球苦难众生？你问得很好，实际上非常需要。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灾难的报道啊，所以我们在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前呢，我们在网络在卫星电视我写了一篇短文劝告我们在这个电视机跟这个网络前面一同学佛的同学道友们，在每天自己功课这个完毕的时候，念一千声观世音菩萨圣号这个不是我提倡的，是印光法师提倡的这一千声观世音菩萨佛号回向全球灾难的众生这个做法对自己有好处，对化解灾难呢会产生效果希望我们一起来做所以你这个平时多念观世音菩萨给这个一切罹难的众生回向是好事情。下面他说，请问呢，什么是慈悲，什么是烂慈悲，如何才能掌握得当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某法师靠卖香的钱省吃俭用急需后，一大笔钱捐出去，却不过问别人如何运用其所捐出的钱，只设了一句个人因果个人负责，请问这是慈悲吗？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这是新加坡的一位法师，好像是去年的前年往生了谭禅法师，我跟他见过很多次面，我很敬佩他确确实实一生呢省吃俭用，过很清苦的生活。他在城隍庙摆个小摊子卖香烛，你就晓得那个收入很微薄，他那些钱积蓄起来对很多道场需要的话他非常慷慨我第一次认识他在这个美国旧金山，旧金山有一个这个莲社佛教莲社叫大觉莲社，谭禅法师是福州人那个大觉莲社也是一帮福州的同修他们发起建立的当时建这个莲社一共是需要70万美金，当地只筹募了30万，谭禅法师拿了40万，非常慷慨那么我在他莲社里面讲过很多次的经到旧金山都到他那边去讲经那听说在福州他家乡有一个寺庙他捐了得200-300万美金所以对于这个他很发心他就问了捐出去之后再不管，
这个法师的心地清净啊，这是真正修行有功夫的人啊。钱捐给你了，就讲一句话：个人因果，个人负责。以后他再不说了，太不管了。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很好，他是真正慈悲啊。但是他捐钱给这个道场，他也不是随便的，他要看这个道场是不是真正修行啊。那这个旧金山大觉联社的同学很不错啊，我多次在那里讲过经，我了解他们啊，做的都很如法啊，都能够知恩报恩，做的不如法都对不起法师啊。那么福州这个庙的我没去过啊，我听说也建得不错啊，所以这是啊，这个捐赠呢就要清净心，捐赠之后还要常常就管呢，那就不很烦吗？啊，那叫自找麻烦啊。捐赠之后啊，确实个人因果，个人负责，他将来做不因果，他堕地狱他不会怪你，为什么？你讲清楚了。如果没有讲清楚的话呢，那他会责怪你，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你害得我堕地狱啊！讲清楚讲明白了，这就没有问题啊。所以他交代得很清楚啊。第二个问题呢，是某人全心全力协助病人到殊胜道场啊去念佛往生，却因各与各之间的敏感政策因素而被遣返出境，令病人回国之后不得善终，招来亲属埋怨的，这是烂慈悲吗？这个不能这样说法啊。所以佛教啊，从释迦牟尼佛就教给我们说法啊，没有怨天尤人。在中国佛教史里面，佛弟子都知道三无灭法了，这是佛教遭三次灾难啊，非常严重啊。啊，寺庙被国家没收了，出家人勒令还俗啊，遭这么大难，佛教徒没有一句怨言啊，回家嘛老实念佛。所以换一个皇帝，佛教马上就兴旺了啊。为什么呢？皇上看到佛教徒是这样好，杀他都没有怨言，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百姓啊？所以三无灭法的时间都很短啊，大概受难的时候也不过就两三年，很快就恢复了啊。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真实智慧呀，啊，经得起考验呢。啊，你在全世界里面去看，佛教徒没有造反的，啊，不会参加造反的行列。啊，念孔子书的人不会造反。啊，为什么呢？孔子是讲孝悌忠信呐，啊，你这个造反，让社会动乱的时候、不安的时候，你怎么能对得起你父母啊？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啊？啊，孔子当年在世周游列国，是想求个一官半职，啊，来展示他的抱负，啊，诸侯不用他，你想想看，孔子在那个时候要搞革命太容易。他底下的人太多了嘛，啊，决定不搞，啊，一定是循规蹈矩，啊，国家不任命，回家去教学，啊，绝对不会扰乱社会，啊，凡是打着宗教这个招牌扰乱社会的，这邪教。那不是正教啊！啊，宗教里面
提倡这个圣战的，实在讲呢，就是伊斯兰教。我们读他历史了解，啊，那是逼不得已啊。穆罕默德出生那个时代呀、啊，这个他的处境啊，四面都是敌人，要把这个国家族群消灭掉，他不能不抵抗啊。所以圣战是反侵略的战争，是保卫战，不是侵略战争啊。像我们中国过去对日本的八年抗战，那圣战，在伊斯兰讲的圣战啊，保卫战呢、啊，不是侵略别人的 啊。那么中国在整个历史上五千年，中国没有跟外国人打过仗啊，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啊。中国只有改朝换代啊，所以这是得利于什么？得利于儒释道三家的教育啊，对社会是永远安定的，人民爱好和平啊，不愿意动乱呐、啊，动乱是有罪过 啊。这个道理啊，你多读中国的这些古籍，你就会明白了啊。所以这是要了解过去啊，我们在哪一个国家啊，要遵守哪个国家的法律啊，决定不能做违法的事情，你才得到当地人的爱戴，得到当地政府的关怀照顾啊，你一定做很好的公民啊，做他们社会大众的榜样，他怎么会不尊重你？那怎么会不支持你？这是一定的道理吗？那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学了很多啊，走在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地区啊，都得到当地政府人民的支持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顺利道理就在此地，所以守住啊圣贤的教诲，你一生就是方东伟先生教给我的啊，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他老人家所讲的话的时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一点都不假啊，所以我们永远。感谢老师的教诲啊，一生得受用啊。那么这个国家地区它有特殊的情形的时候啊，它就有特殊的法规都要遵守啊，不可以违背啊。你比如讲这个人在往生的这个时候，那么香港这个地方法律规定的啊，人一断气立刻就要送到太平间啊，那么这跟佛教讲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差距。佛说人断气了，心脏这个停止跳动了，神识没离开啊，至少八个小时之后你再移动它最安全啊，最好的时候能过12个小时、14个小时，那就很安全了。啊，那但此地的医院是决定不许可的，法律不允许。啊，断气之后10分钟一定要移走。啊，所以很多同学问我怎么办呢？我就想着，现在香港不是改选吗？选这个什么议员呢？你们就找这些议员的时候，支持这个议员。当选，请他们把法律这条改掉啊，允许人断气之后啊，在医院呢能够停留8个小时再移动啊，把10分钟啊延长到8个小时，那就功德无量了啊，这此地的法律嘛啊。所以那法律应该怎么办呢？那人临终时候怎么办呢？
到中国大陆去，中国大陆可以，啊，台湾可以，那都方便吗？啊，距离都不太远吗？啊，我听说这个深圳就有一个医院，是院长是佛教徒，他很懂得这个，啊，所以在他那个医院里面往生的时候，这个你助念呢，8个小时、10个小时都可以，他们很了解。啊，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啊，不可以违背国家的法令规章，不可以违背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你才能跟人处得好。下面一个问题，人如果真正在道中，在学习的状态中，并由师父管束，是否自然而然与《弟子规》相应，而且能远远地超越《弟子规》的水平？这个是对的啊。可是现在社会变了，这个你要知道，为什么呢？在从前，父母、老师对于弟子的管教非常严肃。啊，有体罚的，啊，我们小时候常常挨打了，啊，在学校老师罚跪呀，罚跪不是跪底下放2个砖头，就是跪砖头啊，啊，我这个时代跪砖头没有了，我的老师那一代，李老师，李老师给我讲的，他从小在私塾念书的时候，犯过跪砖头，他跪过砖头。啊，所以那个罚的时候比我们这一代就重了。啊，父母老师惩罚你是爱你呀，是这种惩罚让你一生记住，不会再犯过失。啊，是成就你，帮助你呀，决定不放纵啊。我念小学啊，这是民国20几年的时候，抗战期间，大概是抗战第二年吧。啊，我在福建念小学，小学3年级。啊，有一天犯了过错了，被老师打手心，罚跪。啊，回去之后当然非常难过啊。啊，回去之后，父亲一问，怎么了？哎，今天被老师罚了，啊，为什么被罚的？啊，是有过失，是做错事情。我父亲第二天买了礼物到学校去送老师，啊，谢谢他的管教。以后怎么？我们被罚之后回家都不讲了，讲了，父亲要去送礼。啊，现在这个社会变了。现在父母对儿女确实溺爱啊，如果老师要是罚了这个他的儿女，第二天家长去按铃告状，到警察局告状的时候啊，侵犯人权，你说老师怎么能管教啊？美国有一些学校，我听说的是学校聘请老师，让学生对老师打分数。这个老师好不好？你们喜不喜欢他？不喜欢他，下一个学期就不聘请他了。所以老师必须讨好学生，哪能管教呢？啊，管教时候大家反对，学校下一次不聘请你了。这是教育彻底失败了。啊，尊师重道没有了。所以我们从前父母对老师尊重，啊，管教我的小孩的时候一定感谢。啊，所以这个社会整个形态转变我们要晓得，那么我们自己也想成就，说老实话完全靠自己了啊，绝对不会有老师去管你，老师不愿意跟你结冤仇啊，你能不能成就与他不相干，师道没有了。
从前不一样，从前老师负责任啊，师徒如父子啊，所以师生的关系跟父子没有两样啊。你是特别在这个礼里面讲的啊，你像丧礼啊，父母死了的时候守孝三年呐、啊，老师死了的时候心丧三年，就是不戴孝不穿孝服啊，那种哀痛的时候跟父母没两样啊。名称名这非常明显啊，称你的名字，父母对于儿女一生是叫名字的啊。小孩男孩到20岁行冠礼不能成名了，女孩子16岁成年了啊，行祭礼缩头了不可以成名，称什么？称字。所以中国有名有字啊，自己朋友送他一个号以后称这个，只有父母称他的名，祖父母都称氏称字。为什么？对他尊重啊，他成年了啊。另外一个称名的是老师，老师跟父母一样一生称你名啊。你做官在皇帝面前，皇帝称你的字，对你尊重啊。如果皇帝称你名，你就有罪了啊，那你就判刑了啊。所以在中国古礼上你能看到啊，老师跟父母的地位完全相同啊。所以人是怎么教出来的？父母跟老师双方配合把这个小孩教好的啊。师道跟孝道现在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社会的动乱啊，全世界的这个灾难起来有自，不是没有原因的啊。那在佛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啊，这么多的灾难，灾难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众业所感啊，人心不善，言不善，行不善，所以才有这么多灾难发生啊。科学家讲的是数据啊，那在佛法讲的是因缘果啊。科学家他研究的是缘，因他没找到。啊，灾难是果报嘛，啊，佛家讲的因啊，啊，这个因是这个境随心转呐、啊，啊，人心善良，风调雨顺，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所以《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水灾是贪心，啊，贪难感得的时候就水灾。啊，尘秽是火灾，火山爆发。啊，这个气候的炎热，像现在的时候，这个全球的暖化，这是尘秽呀。这大家不相信啊，我们了解清清楚楚啊。风灾是愚痴，啊，傲慢，啊，功高傲慢是地震，通通都有感应的。啊，所以怎么样化解灾难？佛讲的很简单，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灾难就没有了，啊，灾难因没有了，啊，你今天说这个话，人家会笑你，啊，你迷信，你说有什么法子？他整个世界毁灭了，他也不会觉悟，啊，可是宗教人士比较容易觉悟。啊，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啊，所以我们只有祈求中宗教觉悟，这个宗教人士啊觉悟，我们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来回向世界，回向一切苦难众生，帮助他们化解。你除这个之外，你还有什么法子？啊，要忍辱。你帮他化解，他在旁边讽笑你，讽刺你说你是迷信。啊，我们真帮助他，他用什么？不知道不会感恩的、啊，他还讽刺，开了找麻烦。可是我们觉得众生太可怜了，啊，没有机会受到圣贤教育。我们受到圣贤教育，那就是李老师的教诲，啊，
要委曲求全啊，受尽一切折磨，还是要救出苦难众生啊？为什么呢？他太可怜了啊！那他不能回报的时候，他才无知啊，是正常现象啊。他要知道回报的话的时候，世界不会有灾难。所以这个道理很深的，所以这个今天啊，这个求圣贤的这个道理啊，认真修行，比过去啊那些修行人所忍受的苦难的时候要加重很多倍啊。但是要晓得，加重很多倍，成就也会超越古人啊，这个是一定道理。为什么呢？你经得起严重的考验啊。底下一个问题，再请问《弟子规》是不是有为于情在其中？我这种认识也许不对，请老和尚指正。这个《弟子规》确实是有情啊，是有为法，是有情，它能够普度众生啊。为什么呢？如果到无为啊，到化情为智啊，那是菩萨境界了，那不是凡人了啊。所以这个要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凡人的，也就是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程度呢？是幼儿园的程度，是小学程度。那个无为啊，这个化情为智啊，那是大学研究所的课程啊。所以这个要懂啊，教小学有教小学一套的办法，啊，教中学有教中学的方法，哎，现在人脱离圣贤教诲呀，时间已经太久了，所以今天是用最初级的、最低的方法，啊，能够把人的良心换回来，啊，知道人与人啊应该要和睦相处。应该要互助合作啊。所以我在今年元旦的时候啊，已经有半年多了，我写了2007年我们修行的目标啊，特别提醒大家，第一个要学谦虚啊，谦卑呀 啊礼记里面所说的礼是什么呢？自卑而尊人啊，自己谦卑尊重别人，这是礼的精神。那我们从古籍里面看到，你看皇帝尧舜禹汤，他们待人接物真的谦卑啊，地位虽然那么高，对待平民都很谦卑，人家尊敬他了啊，爱戴他了啊，谦卑是基础，没有谦卑，什么都不能建立了。啊，圣学你就没有份。啊，所以到从谦卑开始，啊，奠定基础，然后学什么呢？学敬爱别人。啊，从内心里头真正敬爱别人，尊重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帮助别人。你才能自度度他了，你才能够帮助社会安定，你才能帮助世界走向和平啊。那怎么落实呢？就是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不要太高啊。
所以前一段时期，你看这个国内有些这是教授啊，在我那里访问啊，那么讲到这个问题啊，我们提出这个小的东西，大家都好像觉得这个是，哎，这是教小孩的啊，这个东西怎么能治国平天下？我就举了一个比喻啊，我说《弟子规》，你要把它打在纸上啊，就一张纸啊，1080个字嘛，啊，我说它的分量给《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是中国丛书最大的一部，啊，现在印成精装本，我有一套啊。1500册，啊，放在天平上呢，它两个重量相等。他听到我这个话很惊讶，啊，为什么相等呢？没有《弟子规》，就没有《四库全书》，那是假的，一点用都没有。啊，像盖这个100层的大楼，《弟子规》是什么？《弟子规》是地基，没人瞧得起的，踏在地下的。他在你脚底下的那个最重要，你没有这个基础，你上面这个楼就盖不成功。所以地基跟100层大楼分量是平等的。收获了这个，中国传统学术就没有了。啊，根是从这个地方扎起的呀。啊，道教一部《道藏》，那个分量是非常可观的。啊，我说《道藏》整部《道藏》跟《感应篇》这个薄薄的小册，它的分量平等。啊，佛家的《大藏经》跟一本薄薄的《十善业道经》重量平等。我用这个比喻。啊，让他们多多想想，重视扎根的教育。你根都没有，啊，像这个种树一样，根都没有，你怎么能把树种好？啊，没有根是死的，不是活的，没有生命，有根才有生命。啊，所以佛这个教众生。以十善业为根呐，啊，人天法，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都以这个为根，以这个为本，啊，十善业道像大地一样，啊，地上所有一切都要靠地，没有地它就不能生存。啊，树木花草通通要靠地，它才能够成长。十善业道就是大地，那么所有的佛法都是大地上的建筑成长的，啊，这些生物，你说这个多重要啊！怎么能够疏忽十善业道呢？啊，十善业道为什么现在学不好呢？十善业道还有根，十善业是佛的根，啊，佛是四道，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所以中国佛教才这样有这么样的辉煌的成就啊，啊，中国传统孝道做得好啊，懂得孝亲尊师啊。道理在此地啊，那么孝道在哪里呢？孝道的根就是《弟子规》啊，所以《弟子规》是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啊。你说四书五经十三经，中国这个几千年的这个文明辉煌的成就，就是砸在这根上，这根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我说话不过分啊，你细细想想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啊，那么现在中国传统学术真的是断层了。啊，国内国外啊，真的儒，真道真佛都看不到了。啊，希望后来的人能够继续。啊，后来人能不能成就呢？有志者事竟成。怕的是你没有志向。啊，你要知道啊，孔子老师是谁？孔子修学环境是什么？孟子修学的环境是什么？都是一个人苦学，都非常的清寒贫贱的。啊，孔子3岁，父亲就死了。啊，孟子也是如此啊，都是母亲带大的。啊，母亲做苦工啊，维持这个家里生活，养这个小孩。啊，这小孩是母亲教出来的啊。啊，从小教得好，以后就好学。啊，对于学术锲而不舍。啊，他在学术当中能成就，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所学的全部都能够落实在生活上，他都能用上了。啊，生活上用上了。工作上用上了，待人接物用上了，快乐无比啊！虽然贫穷，快乐啊！像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夫子最得意的一个学生颜回，颜回最穷，但是飘逸啊，物质生活在所有同学当中是最差的，他最快乐。啊，他快乐在哪里？把所学的东西全用上了。啊，所以佛是法器充满了。你看，佛把物质生活统统断掉了。啊，19岁舍弃了王位的继承权，不干了。啊，去求学。啊，求学13年，啊，12年，啊，我们知道。印度所有的高人他都接触过了啊，最后觉得学的不究竟，为什么呢？终极的问题不能解决啊。印度无论宗教无论是学术都有禅定，很深的禅定，从禅定里面都能够把空间维持突破啊。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教讲的，是古婆罗门教讲的，禅定当中发现的啊，这不是一个人说的，每一个人入定都看到啊。他们上可以到飞翔飞飞翔天，下能到阿鼻地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可是世尊这个问题啊，六道怎么来的没人知道，为什么会有六道没人知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啊。所以这个他12年求学之后啊，也算是通通都访问尽了，没地方自己学了，就到恒河边上大树底下落定，入更深的定，把12年所学的通通放下，豁然大悟啊。啊，禅宗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六道怎么回事情，怎么来，什么原因啊？六道之外的世界太伟大了，海阔天空啊。啊，在华严经上讲透彻啊，啊，讲得圆满呢 啊，那问题全解决啊。那么就开始教学，30岁开始教学啊，一直教到王生，他
79岁走的，教了49年了。你真正了解他一生的事迹，你就晓得他是什么人了。现在的话，职业教师，一生干这个。啊，用现在人的说法，释迦牟尼佛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今天是这样称他。啊，他在世什么身份呢？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呀，有教无类，啊，学生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啊，只要你肯来学，他都非常热心地来教你。啊，教学的内容以后收集起来、编辑起来，就现在的大藏经啊，啊，你都能看得到啊，他哪里是宗教呢？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过道场。没有寺庙啊，在哪里教呢？山林树下啊，他们晚上住得很简单，大树底下，他们都是不捣蛋的，就都打坐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呐，一生是这样的啊。死的时候也在树林里面，没有在房子里头啊，这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有道场，你就有累赘，啊，你就有分心，你的心就不清净。啊，我们这个小道场，也有人发心的时候要送我们个大道场，我拒绝了。啊，为什么要拒绝呢？大道场的时候，哎，是很好啊。开销大了啊，要用的人多，你就得操心啊。啊，如果有不善的，像这些出家人，我一生不收出家人。出家人他为什么来出家？他来想占有这个道场的，他不是真正为道的，都是搞名闻利养的啊。这个我们看得太多了。所以我们学佛学释迦牟尼佛这就对了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学成之后教学啊，我们一生就从事教学工作啊。现在虽然不要到山林树下，有个小小小地方就可以了，就行了啊，就非常自在了。尤其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高科技的手段啊，我们用网络、用卫星啊，远程教学，全世界啊喜欢这个学术的，我们天天在一起见面，天天在一块学习，你说这个多快乐呢？啊，除了读书教学之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啊！啊，这个才叫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啊，这样的快乐生活，到哪里去找？真学，你就能得到。真放下，你就能得到。啊，你还想名闻利养，那叫自找麻烦。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老法师曾经说，转凡成圣只在一念之间，可是如果恶业没有消，又没有老师管束，修行不得法。怎么能转得过来呢？就是有老师教，有严师来教导你，
你也转不过来。啊，为什么呢？一念之间是理论，也是事实。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菩提树下，一念之间放下了，啊，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告诉你的，确实是在一念之间。所以大乘教里面就讲的很多。啊，六祖慧能大师这生在中国的，啊，你看他24岁很年轻啊，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凭什么呢？凭他一念之间，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一放下就成佛了。你看佛在大乘教里常常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放不下你叫做凡夫，放下你就是佛。啊，你肯不肯放？啊，不能完全放下，佛也很慈悲，好，慢慢地放，先把执着放下。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就是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再执着了。你放下执着，你就叫阿罗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执着是变六道，放下执着，六道没有了。啊，超越六道了。啊，那么再进一步呢，把分别也放下，分别放下，你是菩萨了。放下了执着，你到哪里去了？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缘觉法界，你在这个地方。如果这是分别再放下了，又提升了，你在菩萨法界，在佛法界，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最后你把妄想放下了。你超越十法界了，到华藏世界去了，一真法界，那是真的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还不是真的，为什么呢？他妄想没放下，啊，只是分别放下了，啊，分别的习气也放下了，啊，这十法界里面佛法界。天台大师讲相似即佛，啊，他不是真的，很像，啊，差了没点儿，啊，所以只要你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一念之间，为什么放不下呢？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了。你对于这个世出世间所有一切这个法的时候，它的真相你没搞清楚。真相要搞清楚的话呢，哎呀，你就很容易放下。啊，真相是真相是假的呀，就佛家讲啊，万法皆空啊。啊，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能把这个这是事实真相，真正参透了，看通了。教你执着，你也不会执着了。啊，劝你分别，你也不会分别了。啊，为什么？虚妄的有什么好分别啊？所以相是假相。这桩事情，我们在《华严经》上已经讲过好几遍了，都讲得很详细，用科学来证明。啊，科学讲物质现象，物质有没有啊？物质有，无中生有，这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啊，在没有物质的时候，科学家的名词叫场。啊，爱因斯坦所说的场，场是什么？能量。啊，能量多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它就变物质，啊，在物质现象这个发生的时候，
它存在的时间很短。可是它变化很快，存在的时间呢？科学家给我们说，它存在时间多长呢？是千，前面是千，一千，后面三个亿，一千亿亿亿分之一秒。所以，我讲这个《人王经》上啊，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了。这个算法的是吧？是一秒钟啊，是也是，生灭的次数啊，是216000次，也就是26万，216000分之1秒。这《人王经》是佛说的，科学家今天给我们讲的。1000亿亿亿分之1秒，根本随佛法讲的不生不灭呀、生灭同时你完全不知道它有生灭。那我们看这个相，为什么会看得这么实在？是一个相续的相啊，相续相是我加上两个名字，相似相续相。哎，这佛经上真有啊，我在中间路上看到了。我说相续相，相续相是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之前的，我在我想象当中应该是这样的。像果然，古大德就讲过了，相似相续，可见不是真的相续，没有一个是真的相续，所以你了解真相之后啊，你对于所有一切就看得很淡薄，淡就生智慧，为什么你没有执着？我们常常讲，你看我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劝导与会的这些专家学者，我们化解冲突，要做这个世界和平工作，怎么样才能做得好呢？首先要把自己内心对于一切人事物的对立，这个对立呢，才会化解，你才能做得好。要对控制的念头要不能有。占有的念头不能有，你心才清净啊！心上我们中国人讲“心平气和”这四个字，你会能提到你对于一切人事物有占有的念头，有控制的念头，有对立的念头，你的心怎么平？你的气怎么和？心平气和是你本有。那么有这个东西翻起来，这叫烦恼。这些烦恼是你从迷惑颠倒生起来的。哪里需要控制？哪里需要占有呢？所有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是你自信里变现出来的。六祖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得好，何其自信啊，能生万物。宇宙从哪来的？生命从哪来的？万物从来的是你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还要占有它干什么？那就错了。这是自然的现象。一般人讲自然，佛法不叫自然，佛法叫法尔。法尔说一切法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吧。比自然说的还要自然。了解事实真相，你才得大自在呀！这了解的时候，一般讲讲就真正的觉悟了。觉悟了的时候，你真得受用。什么得受用呢？就是你这些妄念全没有了，通放下，得受用了。那才叫正果。正果不是别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你看，执着没有了。你证阿罗汉果，分别没有了，你证菩萨果，妄想没有了，你证佛果，证果你明了还没有放下，你明了的不够透彻这是我早年跟张家大师学佛，他老人家给我谈这个问题。
讲佛法，知难行易啊，行一念之间，那太容易了啊！你放下，你看放下这个执着，你不就马上证阿罗汉果吗？啊，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吗？放下妄想，你不就佛吗？太容易了，可是知可难了。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是为什么知啊？所以知难行易，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教人修行过，全上课啊！你在经上没看到释迦牟尼佛哪一天带大众去参禅？没有。带大众去念佛？没有。那就搞成法会？没有，什么都没有，天天去教学啊。那些大众在一起修行是后来祖师大德们搞的呀。啊，所以从前只是教学，至于修行呢，就是把这个放下，那是你个人事情。那佛不管这些事情，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解释。啊，你这个功夫到什么阶层，他完全晓得。啊，所以你有无量智慧，你有无量的德行。你有无量的才华，你有无量的福报，是你自信的本有的。那这些呢，大家都平等的。啊，没有说哪个人多一点，哪个少一点，没有，平等的。啊，所以平等里面，你就没有寂寞，没有嫉妒了，啊，也没有自卑感了，这平等的，这真平等呐。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现在不平？因为你的烦恼后波不一样。啊，那烦恼后的，你的智慧、德能、福报就差，啊，都被它障碍住了。啊，如果烦恼轻一点的呢，那你智慧、德能它就现前。所以这个都不是从外头求来的。啊，这一点，佛所说的跟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讲的一个道理，讲的话完全相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你遇到困难行不通了，不要到外头求，找自己。啊，毛病出在哪呢？毛病出在自心。就像今天这个灾难，啊，灾难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原因是恶业所感。啊，我们心行不善，所以感召这个世界这么多灾难。啊，你看，贪心没有了，水灾就没有了。啊，尘秽断掉了，火灾就没有了，温度就不会上升了；鱼翅没有了，风灾就没有了。啊，心平气和了，地震就没有了。所以，境随心转了。啊，是这个很深的道理啊。所以江本博士搞的水试验呢，我很赞叹的。啊，为什么呢？科学证明境随心转，就他想到香港来看我，我非常欢迎。啊，我在东京呢去访问过他两次，看他的实验室也很简单。啊，做得很辛苦，做得很有成就。啊，证明心转外面境界，不是外面境界转心的，心转境界是真的。啊，人被外面境界所转，反复迷惑啊。佛菩萨了，不被境界转，可转境界。啊，所以这个转不过来，是你认知不够。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经教，学习经教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那一下就转过来了，啊，道理在此地。后头一个问题，在道场中，若负责人处理许多事不如法，啊，专断独裁，不与他人商量，请问？啊，它里头四个小问题。
第一，在道场学习工作者应怎样做才如法？佛教给我们呢，修布施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修忍辱波罗蜜。如果你这三条都做到了，你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你提出这个问题，你这三条做得不够，所以还是反求诸己啊，就才真正解决问题。第二个是眼看着许多不懂佛法者对这位负责人盲目崇拜，我们若好心揭穿负责人的面目，深恐障碍某些人的法身慧命，应该如何处理？忍辱波罗蜜后面还有三条：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智慧波罗蜜。那后面三条你要学好了，你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啊，你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自己要好好加功夫。啊，这个对自己才真正有利益。啊，所以不如法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我再告诉诸位是正常。啊，为什么是正常的呢？这个正常包括你自己在内，你也不如法。你不要说别人，啊，你也不如法。啊，你如法了，你心平气和，你这些问题都没有。你会做出很好的榜样，让大家看，感化大家，那你就如法了。你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就不如法，啊，说明说你自己也不程度不够。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可怜，没有接受圣贤教育啊，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所以才把这问题搞得这么糟啊，这么杂了啊，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今天一切不如法是正常现象，如果都如法了，我们教的就不会这么辛苦了，我们会是很快乐了，大家都很快乐 啊，所以你看看《无量寿经》，佛对我们很大的安慰，《无量寿经》那几句话就像现在啊，信人无知啊，我们的前辈啊，不失道德，无有余者，我们今天所做一切不如法的，不能怪啊，你好好去念这段经文，你就会心平气和了，你就会生智慧了，不会生烦恼了。啊，先生，我们没有学好，我们的父母不知道，没做好。我们父母，我们的祖父母也没做好，我们的曾祖父母也没做好。啊，中国从清朝亡国之后啊，社会就动乱了，军阀割据，日本人侵略。把这个整个社会打乱了，我们从小还幸亏十岁以前住在家乡农村里面念私塾，受一点教育的基础，所以我知道这个基础教育很可贵啊。虽然是十岁以前受的家教，一生我今年80岁了啊，在这个整个世界中没有染上一点不好的血气，就靠那点东西啊，所以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国这个传统教学这个从小扎的根，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我亲身体会的啊。当然我遇到三个老师，这三个老师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啊，提醒了，如果没这三个老师，也很可能被这个社会大染缸啊染污了啊。三个老师的当中，我26岁的时候遇到他们，这提一拔的时候啊，那时候染得很轻，马上回头啊，一生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个恶念，没有一句恶言啊，人家怎么回谤我也好，这个陷害也好，侮辱也好，没有一句怨言
啊，没有一个一个念头说报复他的时候，没有，你说我多快乐啊？为什么呢？这个在学佛之后知道，如果我们生气啊，去整他报复他，他所受害三分，自己所受害七分，划不来呀！啊，所以呀、啊，一笔勾销啊，不但是我感恩他。那为什么感恩他？他来考验我，看看我忍辱精进功夫到不到家。啊，我把他都看到善知识、好人，他来考我的。啊，每一次考试我都能通过，我感恩他。啊，我这一生生活在爱、感恩的世界。啊，这是我跟江本博士，他小我大概从小我十岁。跟我站在一起的时候，他比我老很多啊，身体也不好啊，啊，他很羡慕我，问我的你怎么保养的？我说我就是用你试验那个方法了。这什么方法了？我说你试验出来不是爱，跟感恩是宇宙的核心吗？他说是啊。我说我做到了，你没做到，你虽试验的，你没做到，我做到了，我生活在爱跟感恩的世界，啊，所以快乐啊。心地永远清净，清净就不会生病，慈悲就不会感染。啊，这个是切身的利益了。啊，虽然是一无所有，可是我生活不缺乏，这多么幸福！啊，多么快乐！啊，跟我同年龄的人，甚至于比我小个五岁的人。乃至于小十岁的人都不能跟我相比啊，这个是圣贤教育的成就啊。圣贤教育最重要，你要做到，做什么？就是你真的要放下。这我感恩张家大师，第一天见面他就教我看破放下啊，第一堂课啊，那我这个行业是他老人家替我选择的，我很感激他。啊，他告诉我，你只要一生学释迦牟尼佛，那么你的一生呢，也是佛菩萨照顾你，你一点都不操心。所以不管是顺境逆境，我总认为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啊，都是好人，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啊，他来成就我，来磨练我，让我的这个德行、道业、智慧天天增长啊！啊，这些常常听经的同学，你们应该知道啊！啊，你们听我讲经教学，你把去年我讲的跟今年比较一下，我今年有很大进步啊！啊，在前年比较是，我年年都有进步啊！那怎么不快乐呢？那没有进步就不快乐了，那退步就懊恼了。年年有进步啊，月月有进步啊，所以永远欢喜啊！啊，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啊，所以你应当这样学法了。记住，这个。六祖能大师讲一句话：“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看到别人的过失，马上反省，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个人，他是来示现给我看的。你这么一看着，哎呀，那个做坏事的人，他是我的老师啊！啊，在这个时代，他做这种示现。让我成就，啊，将来我们自己在主持道场弘法利生，我就晓得怎样改过。啊，所以我要感恩这个示现的人。他不做这个示现，我就在经验当中学不到这堂课。你要能存这种心，你看这个道场，你成功了，你会对
做得很不如法的人，你都会有感恩的心。你在这个里面学会了啊，你将来做是怎么个做法啊？如果你要是用义气啊、感情，你批评人是错误的，人家把这个交给你，你去做也是错误的啊！一定是心平气和，一定是常常存感恩报恩的心，你才能学成功啊！啊，那么底下第四，在这种主持人出事不入法的道场做义工和志愿，会不会影响往生大事？往生大事的时候是你自己的事情，哎，问题你会不会受影响？啊，如果你不会受影响，你在这个里面成就功德，为什么？他们做的不入法，你做的入法，你去影响他。不要让它影响你，那你是菩萨了，你做的是好事啊！啊，不要说人家的过失，你自己做的比人家好，大家看到了，他受感动，这个是佛陀的教诲。啊，指责别人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别人未必会接受，不接受跟你结了冤仇，这个冤仇接下去之后，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不是大错了啊！啊，道场负责人管理不严格，浪费信众供养，道场日用啊奢侈，请问因果由谁负责？这个你们有责任，你就不要管了。啊，坛禅法师不是讲得很好吗？个人因果，个人负责，你管他这些干什么？你如果是心里管这个事情，心里不平的时候，你在那里造业，他造业你也跟着他造业，这个错了。他堕地狱你不甘心也跟着他一起的堕地狱，你是个聪明人吗？啊，聪明人不干这个事情。所以解决你的问题，多听经多念佛，心平气和，你才能看天下事啊，才真正看出事实真相，啊！不管怎么做法不如法，你都不会怨天尤人，你能看出前因后果，那真实智慧，啊！不可以意气用事，不可以感情用事，啊！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里居士们发心印了很多经书与老法师的书籍，有的居士建议。”应在比较繁华的地区免费发放，以让更多大众能接触和阅读，不知这样做法是否如法？很好，能够有发心的话，在这个其他场合当中啊去赠送的话是好事情啊，这是可以这样做法的啊。下一个问题，他弟子欠人家一笔款，数目大，想必难以还了，请问法师，这个问题用佛法有办法解决吗？如果问题解决不了，我念佛能往生吗？欠债要还债啊，欠命啊要还命啊，这是因果律上啊讲得很清楚的啊，你尽量的去还。如果不能还的话，就是你就一心念佛，把这个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啊，往生净土，将来你成佛回来之后再还他啊，道家慈航弘法利身呢，你再还他啊，这样就不妨碍了。如果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的话，是障碍你念佛，你念佛心不能清净啊，所以念佛最重要是修清净心啊，所以放在一边，先成就自己，然后再来了脱生生世世众生的这些债务啊，这就行了啊。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下的一言一行是因还是果？我们当下所受的是果报，我们的思想言行是因啊，所以当下的时候
有因有果，啊，决定你逃不出因果，啊，既然知道有因有果，那你要种善因，啊，要种好因，啊，底下还有，大概还有十个问题，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下面问题呢，我们留到这个下一个星期五再解答，啊，谢谢大家。